一天只吃各种尾，生产队的鱼也不敢这么吃啊。早前我来个虾尾，这吃太麻烦了。午餐我们来试一下牛魔王超大的牛尾，太棒了吧。二师兄从来不会缺席。二师兄还不够 man， 脸上居然没有腿毛。其实我已经失去味觉3万天了，可是看到那只小羊，太美妙了。